老师，女人如果特别想靠男人，而如果男人又糊弄女人，结果就是你们这个样子。这种靠不是说你不找工作待在家里让他养，而是在你的内心生活当中，你就认为我所付出的一切，无论任何时候我都可以靠着，所以你才有了对自己职业的懈怠而不积极。尤其是当他回头来找你的时候，你甚至怀有侥幸心理的说，其实我觉得这三年以来吧，然后付出也挺多的。请关门，来吧，看看抉择，请开门。
这并不轻松啊，就大家鼓掌了，是两个年轻人这个醒悟了嘛，觉醒了嘛，要重新上路了。我们也希望这个小伙子能够好好对这段情感做一个反思，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去掌握别人的命运。